到了啊！来，今天晚上啊，嗯，我一群姐妹聚会，带着吴晓东带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哈，真不光人家带俺。两个老同学，就是一年吧。初中同学啊，初中同学。早上聚会，这回这是给秀姨做东啊。看了吗？今天晚上来夏金了啊。上夏金来了，走。我今天晚上带家属，来家属，来。三等这个呢啊。我点着去嘛。来，看一个的这号，俩味儿，他说上那去了。我听懂了，哎，打孩子没来，打孩子。找了，找一点没够。走你怎么没把打孩子领来啊？啊，没来啊？俺就给他唠了一个在家说，听了吗？在家说，悠悠啊。在家说去。恁搞了都？看意义了吗？哎，走。韩姨呢？这个是李二姨啊。这个还猛了点啊，这个是新姨啊。走，走吧。穿皮的吧？哎。也是仨哈，互相劝酒了哈。哈哈哈！哈哈。都他厉害。啊，他败啥？喝多了还有多劲了，他不行也。我起码两都爬不进来。对不起，小东以前喝酒不太行啊。不行。啊，这练出来。他脸膜没咋喝过，他今儿上有点儿多想。在你那喝过一回吧，在食堂喝，姐儿。那会喝两瓶啤酒，喝多少都喝多了。是吧？喝多了那回啊？你不喝点儿？嗯，让你喝点儿。哎，让你喝点儿吧。啊啊，那点儿。喝点行啊，不用不用拘束啊，也没关系。你不用喝气的。没事儿。哈喽。两百多元。哎呀。你刚会儿不是都是出来了吗？怎么办？啊。好几万要有人十五去接他去。俺寻思你得比那一脸得快嘞，你说你这都出发？看人家是从店里出。我也看店，给你一米分分。你看他开车也没他那快，应该是。兄弟出发。哎。对。哪里出发？就完了。打马有一火，哪有啊？没看着，那没一个道吗？啊，这不说俺在家住，你这出去整真是啊，还整本儿。你聚会，恁也是，恁跟俺也是同学。同学啊，班长。恁呀，俺俩一个，俺俩是班长。恁这一个庄子没一个男同学，你来也不得分，你是老家书包子。我刚说来客，我说在家住，今儿给我吃香的喝辣的，还不愿听嘞。行了吧，你班的四大美女了是？哦，到齐了就我都说一个已经很知足了。来，就是说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豆腐，豆皮汤。可行了啊，要这些个菜，再油也别上了啊，回去啊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？对，还有吃菜的菜，等会儿。那都光站着几个人，你说整这些菜干嘛呀？没别的。没别的，咱们去院带着家属来。带啥呀？你这带啥？我都干，我都干。来，干一个。你出去吃饭，你能带家属？你还得干一个，欢迎这句话，再干一个。你俩干啥不干？都干了，还不干啥？家属，家属，还干啥呢？干啥？干了。干一个，给你吧。给你吧，远点，远点。一会儿走。好。吃着汤块儿，喝着饮料儿，还过好的嘞，你几个。哎，刚才得领着你们出来玩儿去吗？嗯，呵呵。哎，还吃菜吧？那屋里又上菜了。嗯，那屋里又上的豆腐给你吃吧。嗯。糖。再吃点去吧。吃的是不甜，是的。哎。那他几个玩儿能好在屋里，哎，又吃又喝的，又拉的，对。哎，那拉呱的他们。对，一这也是安全的，但是你有些人是不能进来，有路和人也都是讨厌。两个人需要考评，你俩一块儿就是吧？这都是脸儿的，这都是脸儿的，这都是
往前瞅，咋瞅你也行，咋瞅你也行。